name is Eleona, and then this is my life story in just 60 seconds in Chinese. 我来自马来西亚，来自一个州属叫槟城，然后我希望做的三件事是想要旅行，然后想要有自己的一盘生意，然后想要就做疯狂的事情，对，然后我有没有上过电视是没有的。 然后我给我的朋友的意见是，就生活的意见是，就享受生活，疯狂吧，年轻就疯狂吧。然后我喜欢什么音乐是 jazz， 然后就希望在我的葬礼时会播出来。然后有什么名人有启发了我是。 什么哪一种的有钱人都启发了我。 I'm very sorry. This is the end of your life story. 对，然后就是这是我的生活。